这个球，这个叫几？比如出锤，这个锤打这，你这个。 你这进，他从这儿直着之后，他往这边一偏，你那个进，他就分了，脚跟着进从这边来。但是使唤的时候，我不这么单使，知道吧？ 使唤的时候怎么使啊？哎，往这么一来，咱再回去。这么一摆，不等你往这边路空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他这么一摆，然后那么以什么最难受啊？你这个最难受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搬了锤，在你们这么一来啊，是吧？哎，打肩、打腰、打胯。 搬搬搬了锤，不在后边，是吧？搬了锤在后边，搬一根右脚的时候，就是收合了，就不再是使发劲了。这后腿一使的时候是发劲，这个过程啊，搬了锤啊，这个过程它是，看这个后腿给右前给右臂给右肘进，这个过程不是发寒单了吗？回来了。 我也回来了是吧？哎，哎，要求高。他这儿还是他就是有一个，你比如说这手在这儿，啊，下去了吧？但是下去了吧？他是这种概念，一般的来讲，这么一来他是向上的，哎，向上的，哎，一条，然后这个，真正的搬了锤呢，他不是这么使，他这么一来那个，啊，是吧？他是。 你这时候你比如说你手一来，他是打不进，就和平了，知道吧？出去一仗也好，两仗都和平了。要是真真的震到这个心虚，那就不合适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很难受的。据说呀，杨班侯打。